要来送上最高的敬意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融入。那在最后面呢，也有我们思琪的应援，也欢迎大家一起跟着大声唱出来哦。接下来就借用各位掌声、尖叫声来欢迎我们的何律以及丹飞。尖叫声送给我们的边和律以及李丹飞，康桑米达。